麻辣牛骨髓。好香，可能是假的牛骨髓哦，这边都没有。天天说我吃鸡蛋糕。看一眼都上头系列，牛骨髓。没了，在底下就是骨头了。好像果冻，要不要来一口？哎呦！一口就上头，这个大，真的牛骨髓，有人说为什么会这么满，一定是假的，你们煮出来的就很小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你们是用大火煮，小火煮出来的都会有这么满。妈呀，太香了，大火煮出来的，它就把油脂煮掉了。有人说我们不把这上面的吃干净，下次好再用一次，是因为吃不动。我发现解释不过来，所以呢
也就不解释了。啊，哇，真的好香啊！哎呀，进不去。你看，嗯。真的太好吃了，哎呦天哪，你看太香了，嗯，出不来，嗯，闭着眼睛要把它吃完。真的咬不动，要不然老香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大，哎呀，牛骨髓。
传说中的假骨髓啊，你们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嗯，哎呦，嗷上头。好香，还有一个呢，这吃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了，老铁？牛骨髓，呦呦呦呦，这个没大有啊，不，看了吗，全都是油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是过瘾啊。这可全都是油哈。